前言本文一三表一求道表二超拔表三结缘表二五愿一法会愿二亲口愿三坛主副坛主愿四讲师讲员办事人员愿五忏悔愿开斋忏悔三表一求道表文求道表文更正求道人或引保师姓名撤销求道人姓名接线表文二超拔表文三结缘表文一切愿力都得经由前人慈悲许可一法会愿二亲口愿三坛主副坛主愿四讲师讲员办事人员愿五忏悔愿开斋忏悔五愿结与领导艺术黄国良讲师领导艺术一前言一不同性格的人都可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因为领导力并不是天生的乃是后天的修集和磨练逐渐形成的领导艺术二